并且在他的跟前行大礼拜，对其他人赐颂德赞一样以礼相待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见贤思齐，并为未来提供良好的示范。学习谦恭会让我们拥有柔和的天性、诚实的性情和宽广的心胸。修行的伦常三，服务一般人的道德伦常。你不应该轻视、仇恨或虐待比你弱、比你更无助、比你更贫穷或比你更乞讨的人。你应该努力提供他们所有的利益，不管是言语的、食物的或衣服的利益。无法帮助他们的时候，你应该有礼貌且诚实。以武力威胁或暴力来对抗比较弱势的人，并且假装自己勇敢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。因此话说，对只手锋利的刀是恶刀，对乞丐凶猛的狗是恶犬，对弱者发怒的人是恶人。又说，如果你希望居于高位，就要采取较低的位置；如果你希望胜利，就必须接受失败。看见一点点他人的财富、地位和权势，惊讶地遮掩嘴巴；看见弱者、乞丐和不信人，趾高气扬地轻视他们，为小事而兴奋雀跃。这是对幸运、厄运或对世间苦、乐没有任何体验的征兆。无论你看到什么，上或下，好或坏，你都不应该过于喜爱上位者，或过于厌恶下位者。因为痛苦与快乐，好与坏，都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上位或下位，快乐或悲伤，富裕或贫困，维持一辈子，这是罕见的。如话说，维持长久的和谐是罕见的，富人终身快乐是罕见的，学者从未犯错是罕见的。不要有宿命论的心态。
与同辈相处的道德伦常。对于亲戚、朋友、同胞和邻居，绝对不应该偷盗、欺瞒、制造不和、厚颜无耻或不可靠、背后重伤毁谤、嘲笑或辱骂。你应该竭尽所能利益他们，你不应该对他们所做的细小行为动辄感到高兴或不悦。你应该要能忍受快乐和不悦，并为自己留有面对好、坏、偶发事件的空间。你不应该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相反的，你要稳定而专心。在一片碧蓝天空下，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，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，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。穿越过层层林木后，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。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。在这占地约6/6的净土上，养育着许多的无命，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，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，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。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，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，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。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，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，更激发其活动力。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，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，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，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。此区除了有成犬外，还有不足6个月的幼犬，以及出生不到3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。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，不亦乐乎。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，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。天地有爱，人间有情。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，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，动物们的桃花源。实践佛陀爱护一
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电视澎湖中心举办八关斋戒暨离岛慈悲行，恭请战士法师主法，日期2月28号星期五至3月2号星期一，共四天。2月28号星期五离岛慈悲行，2月29号星期六离岛慈悲行，3月1号星期日上午5点护生，9点传授八关斋戒，下午礼拜衔接千佛弘明宝忏。地点澎湖中心，地址澎湖县马公市新民路136号。3月2号星期一上午5点护生，9点恭送药师经，下午离岛慈悲行。地点澎湖中心，地址澎湖县马公市新民路136号。联络电话06-921-6397，06-921-6397。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请至中心填写。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，恭送佛母大孔雀明王经，点灯、药供、护生及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广法师主法。日期3月8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屏东菩提道场，地址屏东市建华一街104号2楼，联络电话08-751-6018，08-751-6018。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有没有想过，超市里为何肉类都摆在冰柜内呢？而蔬果大多总是摆在户外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肉类在室温30分钟后就开始腐败，而蔬菜却是2天。如果照这个公式来演算，人体比室温高出3到5度，肉类在30分钟内不足以让人体彻底吸收消化，而蔬果却能在时效内促使肠胃蠕动及消化，更有利于人体养分的吸收。要健康，选蔬果，